谈音说乐，大家好，我是老尤。关于五月天疑似假唱风波，这两天呢依然还在持续发酵。目前五月天的经纪公司也已出面回应，公开声明说五月天不存在任何假唱行为，并表示正在积极配合相关执法部门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媒体的报道说，五月天上海演唱会的原始视频和音频也已经提交给了属地文化市场稽查部门，有关部门将对提供的音视频内容进行科学测评分析，并公布调查结果。好，那么关于五月天是否假唱这个结果呢，我们等待有关部门的检测公告我预计检测的结果呢好，那么在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趁着这起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之际来探讨几个问题。第一，音乐博主麦田农夫的鉴定方法是否合理。第二，如果是半开麦是否属于假唱。第三，是否有可能存在挂载即时修音软件的可能。好，这三个问题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有人质疑说麦田农夫的鉴定方法只是通过音准的差别来鉴定真假唱，这是否合理音很准就能说明是假唱吗？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多次提到过，我也曾经用录音软件给大家演示过。人在演出中现场的音准如果要是不修音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存在相对的音准偏差的，不可能准到没有瑕疵。有些人声音准的微差在和音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人耳是不太容易分辨的，但是修音软件是可以检测到的。从这位博主发布的鉴定视频来看，五月天的这场演唱会部分歌曲的音准确实准到离谱，因此我认为麦田农夫的鉴定方法具有它的合理性，确实引发音乐从业者的存疑。第二个问题，如果是半开麦是否属于假唱因为我刚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说律师称真假唱混合属于假唱，但是呢，这位律师认为半开麦一般不属于假唱，因为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里面的规定，假唱主要是指演员在演出过程中利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代替现场的演唱演奏行为。通俗的讲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演出中只有当你放着音乐歌手在那对口型，这才算是假唱。而半开麦是指一边放原唱一边跟着唱原唱的音量可能只开到50%或更小。这位律师认为这种情况呢一般不属于假唱。对于这种看法我个人是持不同意见。我认为在商业性演出中，如果出现整首歌曲的半开麦现象，也应该属于假唱。这个就好比卖假酒被抓了你说我酒里有一半是酒只有一半是水，或者只有30%是水，你看这应该不属于假酒吧。对于这个说法你认同吗？我是不认同的如果你是玩过家家，自己关起门来在 KTV 包房里面你一边放原唱一边跟着吼，谁也没人管你。但是如果你这是公开售卖的白酒，哪怕你在里面只是兑了20%的水，那也是假酒那么有人就又问说原唱的音量开到很小，这不就相当于半唱吗？不就是合音的效果吗？在演出中现场有半唱有合音，这不是也很正常吗？这两个问题呢看似相似，但实际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现场有半唱有合音组，这当然是音乐表演的常态，但是半开麦的这种电音的做法和合音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形态。因为合音一般都是为了衬托主唱或者是渲染气氛或推动情绪等目的而设置的声部和演唱形式，它在歌曲中一般都是间断性的局部性的出现但如果你在演出中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声音垫在下面，这从主观意识上其实就形成了偷工减料的主动性，因为你垫着人声唱起来就比较轻松，我张张嘴轻轻的哼哼可能就行了。大家买票去现场看歌手商演，我想大家想看到的应该是歌手真实的全力的演出吧，而不是你放着原唱自己在那轻轻的哼。如果是这种状态，难道它不属于欺骗观众吗？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那喊我们的乐坛为什么如此糟糕，为什么时代在发展，歌手的整体水平却反而在退步如果像这种半开麦的行为在商演中被认定是合理的合法的，那么我们的乐坛只会越来越糟，越走越退步。因为他会滋养那些本来就不该成为歌手的人，比如像一些偶像明星，
让这些人得以混入歌坛，同时呢，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卖票开演唱会。可能唱的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所挣的钱却要远超那些实力派歌手。这就是近些年来我们的歌坛啊，为什么越来越烂根之所在。有些歌手他唱得很差，但是呢，票房却卖出了神话。有些歌手唱得很好，但票房远不如那些偶像明星。也就是说，100%的真酒远卖不过那些瓶子好看的啊，但里面兑了水的假酒。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坛现状。所以啊，我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在修订营业性商业演出管理条例的时候，应该要把半开麦和电音等这些掺假行为也要列入细则。本来一个音乐市场的纯正性本不该通过行政干预来达到推动，但是呢，无奈我们的市场现在已经变形，甚至有点变态啊，很多本不该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进入了这个行业，所以呢，导致我们的乐坛整体水平越来越差。好，下面我们再说第三个问题，现场音准极度准确，这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在演出中挂载了即时修音软件呢？在今天的演出市场上啊，有些歌手为了保证音准的准确性，保证演出效果，在音频传播出口前挂载一个即时的修音软件，这种情况确实也存在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挂了即时修音软件的啊，如果你要是修正值开的比较大，就会出现电音声，如果开的比较小，人声依然还是会存在一些音准的位差。如果歌手要是控制不当啊，甚至还会把你的音啊修到别的音上去呢。总之，挂载即时软件也是有痕迹可循的，因为你可以用高科技来掩饰问题，高科技同样也可以对此进行检测。所以啊，根据那位博主的鉴定视频来看，五月天的那几首被疑似认为假唱的歌曲，音准的准确性确实比较离谱，离现场的那种歌唱音准状态似乎就显得有点不合常理。另外，在鉴定的其他歌曲中啊，部分歌曲的音准却又存在很大的问题啊。如果是挂载了即时修音软件，那为什么不一直挂着呢？啊，而是时而飘忽，时而飘忽的啊？你这究竟是在跟粉丝玩什么梗呢？甚至在一首歌曲中啊，还出现简单的部分哎唱得很差，反而难度较高的部分唱得挺好，这个似乎啊就让大家就觉得实在是有点想不通。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还想再说一遍，在我们的音乐行业中，歌手要把自己当人，经纪公司更要把歌手当人，不能把他们当机器。因为演唱会是由人来演唱的，而人的声带是肉做的，是生理性的，它跟乐队还不一样啊。交响乐如果你连演八场啊，可能没事，但是人声如果你要是在10天内连演八场，那么出问题自然也就是迟早的事。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在前一期节目中已经提到过，我们的音乐行业、演出行业、经纪公司在承接商演的时候，一定要以人为本，要合理的安排歌手的演出场次。所以这一次五月天的疑似假唱风波，不管最后结论如何啊，让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同时进入公众视野，这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说应该是有利的。我们的音乐为什么总是走不出世界啊？没法跟欧美的歌手相比，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在欧美歌坛几乎不存在假唱的问题，而我们的乐坛现在还在讨论半开麦属不属于违法这个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差距。